各位朋友 ，NAS 充一充，未来更轻松。电动车自拍要稳位插电 ，NAS 充一充，未来好轻松。一个月费帮你嘅车喺屋苑停车位插满电，即刻上网搵充一充，了解更多咧。各位 EV 车主请注意 ，NAS 充一充，未来更轻松。香港光电系能源自电 NAS 全资嘅附属公司。能源自电是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市值超过120亿。我们现在服务着全球超过5亿个 EV 的车主。现在在我们平台上面有超过57万支公共充电桩是可以给大家使用的，包括香港的6000个公共充电桩。能源自电是香港政府都想引入的30间重点的科技企业之一。咁通過香港政府嘅一啲資助同埋一啲大力嘅支持，我哋家能處喺科學園裏面嘅一個充電桩研發中心。咁我哋嘅研發嘅產品包括智能充電機械同埋一啲大數據嘅充電嘅分析等等嘅。香港光電都係華為嘅充電嘅合作夥伴，華為嘅充電桩充電1秒1公里，全球最快。OK，NAS 咧，能源自電係全球 number one 嘅充電服務第一股。我哋嘅市值超过120亿嘅港纸，而我哋系香港政府引进办30家高科技重点企业之一。我哋有两个平台，一个系专门做油车嘅加油嘅系统，另外一个系我哋叫快电，就系电动车充电嘅系统，喺全世界通行嘅。而我哋嘅股东结构咧，系包括 Bain Capital 呢个系美国最大嘅一个基金公司。又包括招商局啦、華潤啦、中金資本啦、建設銀行啦、小米同埋一啲嘅電動汽車嘅公司。咁我哋嘅股東結構係非常之強大嘅，就類似美團咁嘅公司。而即係話，我哋好多嘅股東對我哋嘅業務嘅系統咧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大家可能唔知道香港一共有幾多架電動車咧？直至到2023年嘅年底咧，香港一共有81875架嘅電動車，咁啊佔我哋所有香港嘅私家車嘅總數咧嘅6.6%。咁香港一共有6142个公共嘅充電桩，亦即係話大概係13架電動車爭一個嘅充電位。咁我哋預計將來咧喺2030年咧，大概70%嘅香港嘅私家車都會變咗係電動車嘅，因為政府規定2035年之後咧就唔準用油車噶啦。咁即係話由依家開始至到2035年，大多數人如果要換車，你唯一一個選擇就係換電動車嘅。咁我哋嘅系統能源自動嘅 Apps 咧係易載喺大多數嘅電動車上高嘅。咁包括70%以上嘅中國製造嘅電動車，同埋國外嘅電動車。另外，我哋系統咧係可以俾大家一個實時嘅。我哋香港光電系統連接全香港6140个充電桩，只要你發個定位俾我哋，我哋就可以馬上即時話俾你知邊度有得充電。你冇聽錯，係馬上即時，我哋就喺 WhatsApp 話俾你知邊度有得充電。只要你 WhatsApp 你的定位给我们的系统，我们系统马上会提供你即时的现在的有空位的周边的公共充电桩的位置，等你很方便可以找到充电桩。而我们的系统在背后，我们的后台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可以帮你运营和管理你的电动车的充电情况。我们会知道全香港的所有电动车每一架车充了多少度电，甚至乎精致到每一秒钟你充几多度电嘅，等你唔会损失任何嘅电费。咁每一个地方嘅充电桩嘅位置，我哋都可以实时咁话俾你听嘅。我哋另外有研发咗一种叫做机械人嘅充电设备，即系话充电桩会揾车，唔系车会揾充电桩嘅。咁我哋又得到大小唔同好多嘅獎項，包括有政府頒獎啦，或者係商業機構，或者係民間嘅 NGO 機構頒俾我哋嘅。而我哋又得到環境局局長謝展華嘅
重視，他親自來我們公司，我們的研發中心來研究和給指導我們怎樣做好我們的充電裝的智能服務，包括我們又得到 TVB 的 ESG 的特別嘉許獎，我們甚至要得到 HKCT 的2023年度的最傑出的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獎。而我們的團隊裏面就包括有註冊工程師，我們有得到 ISO 的認證、註冊電熱成分商的認證，以及註冊消防成分商 RGBC 一般建築成分商的認證，以及發展局認可的公共建築工程的成分商認證。我們給市場呢就有三個熱快的套餐，第一個就是輕量閃，就是680元一個月的熱快，第二個就是智慧選，就是1080元熱快，咁精明選呢就是1680元的熱快。咁大多數人都好醒目，就揀咗中間嗰個，就叫做智慧選，就1080元熱快一個月。咁呢個1080元你可以得到300度電，而300度電係足夠於你一個月呢就行駛2200公里嘅。咁當然我哋會收一啲定金同埋有一啲嘅安裝費用，咁但係喺我哋優惠期間做簽咗合同呢，我哋會俾大家一個好好嘅優惠嘅。咁我哋嘅充電裝嘅設備呢就非常之多，包括有 歐標啦同埋國標嘅，咁香港基本上係用歐標嘅產品嘅。我哋嘅充電裝系統呢係可以做到靈活啦、簡單啦、安全同埋智能嘅。咁多謝大家嘅聆聽。